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骆达华，我在这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，也祝愿你们能够在英皇体验精彩的人生。近期欧洲的联赛如火如荼，不知道喜欢足球比赛的兄弟们是不是经常的看盘，参考亚盘做出自己的选择呢？其实这段时间的亚盘很有参考性，特别是近期的一些典型的盘口，我是一直参考盘口欧赔进行分析。我留意到目前这个阶段有一个盘口非常的有代表性，大家可以多留意，这个盘口就是半乙盘。我要说的是半乙的高水盘，所谓的高水一般指的就是 0.95 以上的水位，不管是主队让球还是客队让球，只要是符合半乙高水的情况，近期下盘的轻松跑出的概率非常高。而且要特别关注的是下盘当中的平局至少能有八成左右。今天凌晨的维拉和伯恩利的比赛就是维拉让半1.02高水，结果又0-0获胜。昨晚其实我也考虑到平局，但还是觉得维拉的盘让得非常深，全且相信维拉一次，结果被盘口打脸了，所以我就回过头来仔细回味了一下半乙高水的盘口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近期主流联赛好像就是英冠的诺维奇让半乙高水有获胜的记录，总体下盘平局非常多，这是近期一个比较典型的盘口，大家可以留意看看，也许会有收获。这样的盘口在特定时期还是很有效果，并不是百分百准确，但确实值得我们收藏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